今天一开始两位老师神采飞扬的回忆了他们的文学少年，后来到文学青年，误打误撞的或者是非常幸运的跟收获结缘，然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自信，也因此后来有自己的文学审美。那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文学中想要干什么的事情，这个人就会在文学路走特别顺了。余华老师总结为一种作家写创作时候的一种怜悯和同情，也许就是带着这种怜悯和同情，一种发心的正，后来写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。那些作品中我们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其实最后也实现了这个效果。虽然当年都是非常年轻的作家，但是非常的新锐，然后迅速受到了欢迎。所以如果是镜头前很多朋友大家自己想写作，你有时候也不必过度妄自菲薄，对吧？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，我们叫做宰相必起于州郡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伟大的作家也是从一开始一篇一篇文章是尝试出来的，没有人生下来就金光万丈，对吧？天空一声巨响，你这个余华老师闪亮登场，那也挺吓人的，都是一篇一篇写出来的。然后毅力，对，然后第二个，刚才苏光老师提到的，当年他们现在回忆起来很浪漫，一代文学青年无比亲密的走在一条路上。你看，直到现在在岛屿上读书，还亲密的晚上一起喝酒喝茶到半夜，亲密了这么多年，所以说明文学是有把人拉近的一个功能的。所以我也在想，为什么大家会发现，就是在互联网上，其实一般情况下很快大家会遗忘一个热点，但我们其实在互联网上已经快有两年多了，大家一直在关注，我觉得就是沾了文学的光，就是因为一直在介绍文学作品，一直在跟作家访谈，你聊到这个书他觉得哎呀共鸣，聊到下本书又在共鸣，就持续的从文学中把那些共鸣然后物象化成了这个 logo 这个人，或者是直播间这张桌子都有可能。所以文学真的是会把人变亲密的，所以当你想要跟一个人有更加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跟他读一本书可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亲密。收获平等的拥抱了每一个亲近文学的人，文学史的记忆的这个叫下泄，其实就是缝隙里惊喜的藏着当年那些文学家爱好者的这些欢呼雀跃，都能想象那样一个下午，然后知道自己的这个文章被收获然后收录了啊，老开心了，我今天下午，对吧，蹦蹦跳跳的回家了。当然刚才主编也回忆了，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，当然再可能到现在持续的这些变化，文学对于自己想表达的命题的探索其实从来没有停过。这个路还会一直走下去，因为人不同阶段思考的问题不一样。就像大家现在会研究一个社会，有什么什么 boomers， 有什么 beat generation， 有垮掉的一代，对吧？有 x generation， 有未知的一代。人是在变的，人思想的命题不一样，时代给你的困难不一样，所以文学有时候要突破的这个障碍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也相信，优秀的杂志会不断的引领人类发展向前，因为它会提升人的审美。OK， 这是刚才一开始聊到的一些话题，然后。主编提到了说，他觉得一篇好文章肯定要有思想性，有艺术性，因为文学要坚持自己的审美，文学的审美常常应该有时候是要领先于并且高一点点现实生活的，要不然文学就会失去它号召的作用，它也不会在文学青年里头成为高地了。文学有生理年龄啊，文学也会有意外，这是苏鹏老师刚提到的。人在不同年龄，作家在不同年龄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后来可能年龄越大想表达东西就会越来越高。苏鹏老师刚才非常谦虚说他现在写的是 75%， 其实倒不是说现在比例不够了，反而是可能心力太高了，心力太高之后你就那种触达感就越来越难，因为人对于脑海中宏大的画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但是文字可能发展还是有阶段的，但想象力可能是更加突破的那个，想象力没有阶段。对年轻作家的培养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刚两位老师提到了在北师大他们现在教的学生，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画面，教之前我就知道我要把他培养成谁，培养成怎么样子，写什么文章我也不知道，教着教着发现哎，这孩子写挺好，我帮他这块改一改，他会不会成为这个方向，往那个方向改一改会成为那个方向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师，我之前教了8年，但我教的只是高中英语高三英语，那我教的学生都是每天叫苦连天的，要考试要升学，那愁眉苦脸的，每次来说老师考不上了，那很少见孩子们笑过，唯一笑就是有时候考试考好了，但是你知道少数孩子永远是少数孩子在笑，因为大部分孩子是考不上的，所以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工作时常给我的是更多的沮丧，1000多万人每年你就985211加上一本录取了，它就100来万人出头，那剩下的孩子都是一次就是毫无意义的挣扎。所以那些工作里头我一直在想我的工作的价值是什么，我后来说你带不走成绩你带走梦想也行啊，对吧，你带不走这个知识，你当个好孩子，你当个
正直的人、善良的人也行啊。所以我总是在课堂里头试图传递更多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想问一下两位老师，您在带学生的时候会想要干什么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，胸中一点墨，然后老师给他一点点引导，就可以笔下万里河。年轻的作家会在一些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也因此成长速度会更快的。我们也期待两位老师所带的学生能够之后有更好的作品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